强劲的动力和精准的控制，让摄影师将构想的画面轻松变为现实。今天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DJI 如影2的遥控器。首先，解锁如影2的俯仰轴、横滚轴、平移轴轴锁，开启云台电源，开启遥控器。如遥控器红灯常亮，则需要进行对频。在如影2遥控面板屏幕上进入设置，点击开始按键，开始对频。同时按住 C1、C2、Record 红色按键，即可开始对频。遥控器指示灯变为绿灯常亮，则对频成功，否则请重新对频。左右方向推动摇杆控制云台平移轴转动，上下方向推动摇杆控制俯仰轴转动，旋转 roll 旋钮控制横滚轴运动，旋转遥控器上方三个旋钮可实时调整平移轴、横滚轴、俯仰轴的移动速度。您可以使用 Record 按键开始或停止摄像机录像，使用 Mode 按钮切换跟踪模式，实现 Free、Follow、Recenter 模式切换。拨动 Profile 按键，您可自定义设置参数，方便下次拍摄使用，提高效率。感谢您的观看。